各位在藥房那裡拿藥物的時候，會發現無論在藥樽、藥盒又或者藥袋上面都會貼有藥物的標籤的。這些藥物標籤上面是印有一些很重要的藥物資料的，大家是應該詳細地閱讀這些標籤上面的資料之後才開始服食藥物的。標籤的內容其實是包括很多東西的，首先是會印有病人的姓名，大家應該檢查一下藥物上面印有自己的名字，以防不取其他人的藥物。另外就是一些藥物的資料了，例如是藥物的名稱、藥物的成分含量和藥物的劑型。市面上面藥物的劑型有很多的，例如是藥丸、藥水，又或者是一些外用藥，好像眼藥水、肝塞和針劑這樣，在這藥物標籤上面都會寫下在這裡的。另外就會是使用藥物的途徑，包括是這個藥物是需要口服、外用還是注射用的。除此之外有個重要的訊息就是一個服藥的指示了，指示上面是會說明服藥的次數和每次服藥的份量的。另外就會是一些配發藥物的機構名稱和地址了，相信很多長者都會在不同的地方拿取他們的藥物的，而這些資料正正是可以告訴長者知這些藥物究竟在哪一塊地方拿回來的了。例如是政府機構、一些私家醫院、醫生的名稱、藥房的名稱以及是診所的名稱的。另外我們會寫上一些配藥的日期，這個日期可以告訴大家知究竟是哪一個時候長者是拿到這些藥物的。而最後就會印有一些服食藥物的注意事項的，如適用的話這些將會是一些很重要的資料來的，例如是應該怎樣服食這個藥物呢，是整粒吞還是應該咬碎先吃呢，又或者是怎樣將這些藥物儲存呢，應該放在雪櫃還是放在室溫那裡啊。亦都有一些提示是告訴長者知這些藥物有什麼副作用的，例如是吃了藥之後可能會引起睡意，又或者是吃完藥之後有機會會有吐瀉情況出現的。大家是應該詳細地去閱讀這個藥物標籤，閱讀完之後才去服食藥物的。